分享，今天要为大家带来的是《黑暗灵魂三》。好了，我们往前看看吧。这里应该是无名王者下面的区域吧。准备要看人被虐一个小时。其实我也不知道我自己到底怎么会赢我现在还是没有很搞清楚状况，好像没有东西是不是？意外的距离太远，对无名王者竟然是弱点。对啊，之前都一直想说是不是要贴他打，结果反而距离拉远了，他那一招冲击波杀不死。就可以比较轻松的获胜，精神上的帮助，你们精神上的帮助让我可以继续撑下去。啊啊！不不，等啊！这边好像是走错了路了嘛，我们原本就是从这边来，然后绕上去。所以打完无名王者，他就开了一个下层路，所以我现在要去捡一下我的魂回来，然后就可以回大树库，继续往大树库的上面。回归火球。哦，对，我上次和这次都在这边练的，再来要打什么？再来我也不知道下一只是什么，就先把大树这边推上去看看。打完之后买BIO7 给熊婉，我接下来应该是想要玩三月的那个地平线什么里面的，我有打算之后会有一个免费下载的序章，玩玩看再说。BL 双王子，真假的？所以我要一次打两次就对了。我来考验他们感情的羁绊。然后你不要砍我，拜托，不要砍我。OK 啦，要躲出什么啦？哦，看看灵魂结晶枪打得痛不痛？其实可以耶。现在火球弹好像输了。七还没出，快了。VR 真好，我也想要。话说回来，这代都没有要一对二或一对三的王。哎，所以双王子我也是只有一个人吗？只有一个人要打吗？可以跳吗？啊，不行，也没有办法这样过去。这伤害早就超过二轮标准了。
另外这个吧，116等，智力60，信仰40。不这样我打不赢啊，悲惨。嗷嗷嗷嗷嗷嗷嗷！我忘记去包头了。对，一个。我听到双王子，还以为要打两个，还好一个。诶，没有路了吗？啊，这边。智力搞到60。60好像是有效益的顶了嘛，再往上点就没有用了。为什么我觉得这个建筑物跟我们家那个塔顶的好像有点像？有没有开电梯？哦，对吼，我有开电梯，只是我忘记要坐电梯。啊！奇怪，我接下来应该要往哪里走嘞？开着，确保安全。哦，上面有这个哎。我隐身，这招我才会被你击倒嘞！看在这里吧。究竟哪一个打你比较痛呢？很强哎、欸，法术，我觉得我咒术的球球都可以收起来了。他还有一招叫灵魂激流，那个已经差有一点久，但是好像占两格，应该很厉害。伤害都可以很正常，还是要隐身呐、啊，对不对？你们又不是第一天看，知道我烂技术就是需要隐身。我来抱一下。不是法术很强，是灵魂结晶加上法术最强的一招。哎、欸，可是灵魂激流不是更痛吗？
然后一个渔火。这边又是哪边啊？我没有路。走这吧，感觉就一副可以拖的样子，不行。哎，新的敌人哦！哇哦，没有需要吗？还喝水，凶！没什么。哇！哇！被打死！你有放过灵魂激流吗？有放过，应该会觉得灵魂激流很久。有，我有放过，就是速度很慢，但是感觉还蛮威的，蛮帅的。我来换一下好了。三人组之间，黑手三战士。索隆、娜美跟金太郎，金太郎是谁？索隆跟娜美我都知道，俗虎，贯彻黑手的帅与邪恶，可爱又会喝水的反派角色，灵魂激流，喂，啊，帅。有帅就好。哎，那个电梯要怎么走啊？是我记不得电梯的位置了。等下次有机会再来了。电梯在一进来右转两个小时会掉下来的地方，进去走到底，应该是这边的电梯吧。我现在找到它的入口，应该可以找到它。我找到它的出口，我应该找到它的入口。哦，这边呐、啊。好，往上走。难怪他没有打我。我这边还要越过一大片路哎、欸，我先出来，然后下这里。再见，不行，没有这么容易让他再见的。捡回来了。包头怪二楼的电梯，我没有发现这个东西耶。
奋战喽！我已经奋战完无名王者了，那又是一个文不对题的直播时间。我看灵魂激流能不能对付他。魔什么的炮，听起来太长了。好，我知道为什么他鸟鸟的了。好的，在想会不会打一次死一次。好，打掉了。哎，它很多包袱怪的地方，二楼也是有楼梯的。先两个门稻草人，这个吗？这个吗？我找到一个新的电梯了。你们有好多魂呢、欸。什么奇怪的电梯也不重要啦。看妹子玩游戏有疗愈的效果，真的吗？我虽然玩的有点太淡，越看越不爽的。哇，好酷哦！什么啊？日食是不是？类似那种，其实我没有真正去看过啊。之前有什么多少多少年一次的天文奇景之类的，我每一次都错过。庭院的上方，哎、欸，所以我这边是真的往继续前进的路吗？还是下面？先走走看这一条好了，这一条感觉是不会通，不会通的路先走。
水。哦，这种时候还蛮强的，还是有它的用处。上去，上面我记得只捡东西，哎，是这样，猜错边了。我推上去看看啊，走。哇哦！怪的哦，哇，又打错边，太远太远啊！不是18000再见，是180000再见，才不信呢，我要去把它捡回来。你们拿我有办法吗？拜喽！拜喽！来去捡东西。我才不信了。啊，这个是在那个猎龙铠甲上面飘来飘去的东西，它们算是生物还是什么？没有伤害，他们不会打我。元素碎片。我的刺客这个就可以爬了，突突的。不晓得会不会有东西啊？小心点！哦，哦，是什么？好大哦！再跟他们，这个应该可以下去。那就是宠物啊，宠物。在天堂菲尔是诺克里斯城里面被奇怪的病感染了居民。诺克里斯的城墙有很多变成一半的居民。看起来像树木，其他居民在对他们膜拜。天使三胖已经打完，我已经跳下来，来不及。这里好像是在大书库的上面，然后有个鸟笼。天使光柱，
要在这么危险的地方拿法术丢我们。你有需要吗？哎，那边还有个东西。再下一层，烦不烦啊你？拜拜。史系列一听又中二又帅，太中二都会很难打的。天使三胖，隐形不知道对他们有没有用。居然还没死！哎，试试灵魂激流。嗨！还有吗？三胖应该还有一只吧。消不掉怎么样？推的时候到了。最下有电梯，是我没有发现还有一个电梯入口，这个电梯会去哪？我靠，李思成。回去升一下级，然后顺便找 NPC 聊聊天，还有去调整一下人数瓶的量好了。我觉得魔需要多一点。衣果，那个被我一直拖出来，然后我一直雷他的衣果。
喜欢的话，可以帮忙按个喜欢，分享出去，订阅千鸟熊频道，获得最新的影片资讯。谢谢大家的收看，拜拜。